时间毕加索作品展《蓝色与粉红色时期》。这次展览由奥赛博物馆与巴黎毕加索博物馆共同举办，展出西班牙绘画大师毕加索在1900到1906年创作的画作与雕塑作品，以及他接触过的同时代艺术家和前辈艺术家的作品，呈现他们对毕加索创作的影响。展出的300余幅作品，其中包括多件私人收藏以及海外博物馆的重要作品。下一集我们会继续欣赏在这次展览当中展出的毕加索的代表作《绘林时间法国巴黎》。